3月7日凌晨，吴奇隆与刘诗诗夫妇低调现身机场，二人各自推着行李箱，行色匆匆。照片中刘诗诗一改往日清新淡雅的穿衣风格，选择了红色的格纹大衣，气场十足，黑色的粗跟鞋尽显优雅风范。网友纷纷高呼刘英俊还是那么帅气。吴奇隆则身着黑色短外套，搭配白色的运动鞋，走起了休闲范。夫妻二人都佩戴着墨镜，看起来默契十足。照片中的刘诗诗皮肤水嫩白皙，气色很好，看起来一如既往的温婉优雅，在凌晨就能有这么好的状态，真是令人羡慕。夫妻同框，全程无交流，刘诗诗自己推着行李箱跟在吴奇隆身后，不像往日那样感情甜蜜，十指紧扣。吴奇隆虽然比刘诗诗大17岁，但是照片中看起来很年轻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40几岁的人，一身打扮休闲帅气，让他像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和刘诗诗走在一起很般配。有网友猜测二人可能是吵架或者感情出问题了，但是可以看出刘诗诗紧跟吴奇隆身后，明显是对自己的爱人充满了信任。大家还是不要无端揣测，给我们的男神和女神送上祝福吧。